是希望怎样？你根本就无想要留我。即马阮妈闹过了后，可能你连看到我，拢是要相看远远远啊。倩倩，我毋是无想要留你，你这么水，这么有才华，所有大部分人在你面头前，拢感觉自卑。这就是安怎，伊唔敢接近你的原因。卡住我世界了没？做不了你，唔是因为你无好，反倒是因为你太过优秀啊！我陪你袂去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感觉。跟你做伙，我就轻松，就快乐的。在你的面头前，我会当做我家己，我会当做迄个上真实的金倩倩。我真正就希望，咱两个人会当永远做伙。因为这样快乐，对我来讲，一个感情的世界根本就无什么过去、过不去的问题。什么什么情形啊？倩倩应该不是要对我告白吧？高冠达。我介意。你跟我无什么谈恋爱的经验，你敢知影？这种话袂当凊彩讲出嘴的。你只是一时冲动，我相信将来一定后悔。爱情原本就是一种冲动，人生这么短，两人做伙欢喜快乐，那才是上最重要，更不是。我要紧的，不是算命先跟我讲啥，我要紧的，是我的人生够有白白走一撮，我感觉会出来。你跟我做伙的时阵嘛真快乐。我唔知影你是啥物理由，你感觉你配袂起我？啊，不过我拜托你，你认真想看卖。假使我真正给他出一个月的性命，你敢真正忍心拒绝我？臭人，过来！妈，倩倩，倩倩，倩，妈，来，你要干嘛？我早就跟你警告过啊，倩倩是我的心肝宝贝，你这个花花公主啊，离开远的，你
这摆是超过伊哦。你是安怎要怪伊？这个代志是我家己主动的，是我去找伊，我向伊告白，我甲伊争，是我家己想要甲伊做伙鬼妹，你是安怎要害伊？金倩倩，你知影在讲啥无？你安尼是倒忝的，做这款代志，咱到伊面前拢让你吓了了。倩倩，倩倩，你太过单纯了啦！你想看卖，这个花花公主，伊若是算了仙啦，伊是不是将你放手？爸妈，我活到今嘛，做啥拢是为着恁，为着咱家的面子。我无想要再安尼活落去啊！我想要爸阿金妈，我想要替我家己留一挂美好的记忆。查甫人会当耍爱情游戏，是安怎查某囡仔袂呢？就算讲我甲冠达的感情袂久长，迄嘛是我家己欢喜甘愿的。倩倩，你是要甲我欺心？你若拢讲袂听，唔知好歹呢。倩倩啊，你是爸爸的心头内底一块肉呢，你安尼糟蹋你家己，你敢知影？爸爸心内有尼啊艰苦。爸，我当然知影恁足爱我的，啊，不过恁给我的爱，压力是过大。是哪里看的？我对倩倩不是认真的。我爱倩倩，不管你怎想，我一定对伊负责。你可会当相信？你对我真正是认真吗？冠达恭维圣威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对你负责到底。唔免你负责，你跟阮倩倩无素配。下，姐姐，妈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敢讲啊？放手，行，冠达，冠达，走，行，你有听到？妈，行，我想做，都家那样你讲啊，但我对亲戚冇感情啊。